月半爱丽丝独家幕后花絮。是啊，姐一起身就看着他啊，来，好来，预备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！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本来没事，我现在有点事。咱们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，他得到的名字其实也是你的善良的事。大家都是逢场作戏，你在另一头精彩。对对对，就这点儿精彩。别拖了，赶紧起来接着跑。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很热的这个。给它吹一吹。这个空气。嗯。伸不出来，有叫。我的手呀，每天带着灰胶。你的嘴白呀。变白了。而且那个手纹都淡了，我都惊呆了。你真有这个效果吗？因为我每天往里边都涂上擦手油，然后再套进去。我一脸呆了。哎，你的手好老啊！你的手好老啊！是啊，太粗糙了。我的天哪，你在干嘛呀？我这记性特别差，感觉好多事都记不住。我的手是怎么伤的？就是后面不太好接触的，第二个。要不演一个，我一出来脚一滑，一头撞死在后面全白拍了，是吧？后面全来试一下，来帮我试，对，这边也给来，对对，好啊，下去，对，把那石头呢，对，我说你别磕碰了，来，回来，好，爬了，这里顶到，来，超他，对对，来，放松，哎，哎呦，我操！好，没问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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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问题，来，就这种感觉。Thank you.
这边，这边。这边那演讲。运动坚持不了，你怎么瘦？你告诉我，你怎么瘦？每次带你运动，你除了偷懒就是偷懒，找各种理由，你怎么瘦啊？当初就是因为帮你才变胖的。谢导演，拍一个他的手，然后拍一个他的脚，手是想伸手想去那一下，脚是跟拍一下他的那个后脚跟。先拍手。你俩在干什么？怎么讨论的这么认真？原来是打游戏啊。胖十斤和秃头你选哪一个？胖十斤比较好减。你喜欢吃甜的还是辣的？我比较喜欢苦的。你有没有最讨厌的食物？有，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。听到999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皮炎平。平时闲的时候会上网搜自己吗？会。看电影的时候是一个人看还是必须有人陪？都行，一个人看也行，出去看电影院看。